今天咱们就要开启你们的节目拍摄之旅。少年梦游记，摇嘞，摇嘞。为什么要上坡？一上坡我就有不好的预感。看到教官了，哇，军训吧，这个就是军训。加油卡，去。小倩，看，你看这摆头多用力啊！你还在那动？来，你们六个俯卧撑趴下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不练。起步走。下午是我们真正的挑战。和我一起梦游，就让灵魂出走，一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。和我一起漂流，就让身体自由，平行时空的你也没风格。和我一起暴走，不去一起失手，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。一二一，调整肚子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哎，列定。一二，好，向左转。我们现在来的位置是我们体能训练场地，在这个场地当中进行挑战。挑战的科目就是两人三足。在任务开始之前，这里有个比拼，在我手指方向约50米，那里有蓝色、红色、黄色扎带，再往前，那里有7双手套，有一双是非常好的。好成什么样子啊？是湿的，而且是特别脏的。Oh no！而且还露了个眼儿，但是更好的呢是我戴过的。一会儿你们将会从起点到达终点，每个人要拿上一个魔术贴，快速的将这7双手套穿好，回到现在的位置啊。所以那双手套呢是最慢的一个人得到的，各位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。来，都要准备。啊！啊！哈等回来。OK。预备，好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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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叫我害怕，我出也出呀，无所谓扰乱我。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手套，手套，啊，手套吗？微微拿这个，我拿了3个。我以为这个颜色鲜艳的是手套，笑死我！我没拿手套。去哪？我以为不拿手套。啊！手套，手套。你的手套呢？我没拿手套。我没拿手套。你手要受伤的，一会儿。
慢的一个人得到的，最慢的一个人得到的。任务开始之前，选择你的搭档，选择为两个人一组，其中有三个人为一组的，就是需要各位靠运气。来，最残忍的一种方式。来，我们把拳头伸出来。来，我们把拳头伸出来。来啊！有没有信心干掉另外的人？没有。来，黑白啊，黑白。黑白啊，黑白。预备，一二三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看看大家组建的一个队名和口号，哪个组先来？我们我们我们到底哪一组？我们啊，你们组吗？对，好。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自己了。我们是奇闻队。奇闻队，我们的口号是。我们的口号是：旗开得胜，文武双全。天下武装，我最棒。好，接下来下一组，我们的队名是战场，战场，战场。我们的口号是真诚的园丁。做啥都能赢，做啥都能赢。耶、yeah ！来，我们下面这一组，我们的口号是：我们的队名是送送送送送送到小村外，送零号，送零号，我们的口号是。我们是最棒的，我们一定能行，我们一定能行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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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掌声鼓励。好吧，一会儿就进行挑战。这里有两根 PVC 管，一个乒乓球，叫相依运输。穿上我们的魔术贴，两个人共同在手不触碰乒乓球的情况下，用 PVC 管将球运输，运输，输，输。Let's go， 输输输输，嘿，输输喂输输，嘿嘿，输输喂喂输输喂喂，我的输输喂输输。在这当中有一个障碍，第二个障碍就是那里有轮胎，之后这个位置就是绕环，右侧进入啊，右侧出，最后就是轮胎翻越到我们的终点。在这里呢有一个重新的规则，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乒乓球掉了，将会重新回到起点进行再一次的进行挑战。有没有谦让？哪两组先上？他们两组先上吧，各就各位，准备。
三，等等等，往下压啊。二，要稳啊，要稳，球不要掉啊，手不要碰球。好，这一组回啊。先做这里面这个。还不掉，你看我们就压靴和我的那个右脚先进去，然后再把你所在那两只脚直接甩进去。撤、yeah! 继续啊继续。你们还在这停着干嘛？半分钟了，真的太难了这个。他们说很快耶，放，好放，可以放，继续加油。好，停，恭喜真诚队。宋林浩做准备，我应该怎么走？加油！左脚，你抬左脚。应该是你们先过，然后我再。我要重新讲一遍规则：球掉了之后，在原地继续。抽筋了，抽筋了，抽筋了，抽筋了！啊！手别松，手不要慌，什么？好，手碰球，手碰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二一，走。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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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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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难了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。好，恭喜我们的奇文，奇文，今天通过大家一上午的训练，在这个体能训练上面，我们都顽强地做出了自己最优秀的表现。其实难度呢是有的，克服了就是一个过程。虽然我们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呢，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挫折，克服它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个事情啊，也希望大家能坚持，这是对于各位的一个肯定，希望大家以后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表现，很棒了啊，很不错。
下午的训练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挑战，希望把它做到更好，有没有信心？要有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餐厅。哦耶，很高兴啊。好了，都有立住，向右转去。会喊口令了吧，是吧？七步走，一二一迈起来，一二一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饿不饿？饿饿饿，你不状态拿出来我怎么知道你饿了？哦，饿了是吧？饿了之后呢，厨房的师傅他又不知道，那怎么来让他知道呢？饭前一支歌，名字叫做团结就是力量。好好 好，来都有啊，快点，团结一起唱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、哦，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哎，好嘞，掌声送给自己。这是有史以来唱的最烂的一首歌了。这样唱是不对的，教大家一个啊。来，我们这一次把它连贯起来。唱得最好的有一个奖励，有没有信心？有有。来，都有，团结一起唱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就是力量，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天，这力量是钢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，比钢还强。最好的，最好的。来，这个第二位，唱的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到底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。给他一个奖品，这个奖品就是。给大家打饭。是。刚才谁笑得最嗨？是谁？笑得最开心的是谁？宋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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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，是宋亚轩。孙亚轩到，笑得那么开心，去帮忙。是。你咋进来了？真秀。我以为是啥奖励呢，就给我舀个饭。你咋进来了？不知道。这是盛汤的。没事儿，这不扛上去就好了吗？这不扛上去就好了吗？扛上去就好了吗？真秀。哎，我可以这样舀。再给他来点。不够了，米饭。你分一下吧。真秀。好了吗？没有。快点。好了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能不能讲话？不能。各位清楚了没有？清楚。来，都要。向右转。左转弯，起步，走。一、二、一。你们在干嘛？干嘛呢？分多了，有一个人没有。你可以把这个饭赶到里面。叫过来。一会儿就来。都开始吃了吗？好吃吗？没事。吃饭的时候
规矩我就不讲了啊。好，开饭。是。还有饭吗？还有饭吗？没了，我拿个盆再去打点。来，叫盆我帮你打。自己来。叫碗打饭。好吃吗？我发现你很帅啊。我也觉得，尤其是眼睛很漂亮。在哪？教官，我帮你加点菜吧。好了哈。没事没事，吃你的。要吗？要。不要吗？来吧。以后我让你去跑圈。啊，那算了。那你们训练辛不辛苦啊？真是。还行。习惯。不要讲话。吃饭。OK。你们慢慢吃，啊，不够吃了要加啊。自由时间，来汤，一人一碗刚刚好。吃完了放哪儿啊？收哪儿啊？咋说？还在说是吧？吃饭要有规矩嘛。要不要说话？不要不要，还说。吃完饭以后1:30在外面集合，坐。是，不要浪费粮食啊！清楚没有？清楚。你们两个站干嘛？坐了。是。你要土豆吗？给你加一个。你帮我把这些吃了，我帮你把这些吃。我们实施的是什么？光盘行动。光盘了。Nice。 哎，准备休息了。你也睡觉哦。你先睡啊，我等会再睡。我才是嗨到最晚的男人，我是熬夜长的。睡呀、啊，乖乖。我要最后一个睡你。和我一起梦游，就让灵魂出走，一光年的忧愁，需要一张酒。好，小心。好，下午的训练呢，对于各位来讲的话，是一个体力上面的训练了，体力上面的训练了。现在带领大家进入我们下一个训练场，都有向右转，右转弯，起步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。四，一二三四，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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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左右不分了你。哎，右转完，起步，走，左右左调整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一二三四，刻苦训练，努力训练，努力奋斗。好，列定，向左转。有一束光，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刺刺刺眼。你不舒服吗？没事。有没有事？没事。下午你们要进行的科目
叫做平板支撑。其实就还好，蛮简单的降撑，我觉得很轻松，轻而易举的事。这白沙地摸着还挺舒服，更轻松。你趴在这干嘛呀？趴在这里，我说了吗？是在这里训练吗？向后转，看看后面。就真的没想到他直接让我去泥里，无语。当时看到那个我就震惊了，哇！就是下巴快噩耗。那教官套路太深了，我天！第一个想法就是哇，我不要下去，我不要下去。啊？鱼潭？在逗我吗？我很不想下去。我天！我鞋子掉了，我这个袜子也要不了。陷进去了，我鞋子先送啊。沼泽，救命啊！我鞋子在这儿。走哥，不要了。来，所有人准备，好，平板支撑六分钟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啊！六分钟啊，最后一位开始计时。我都不敢看我的手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，我觉得我手拔不出来。这手有多重吗？救命啊！起来一个，重新计时。我当时撑的时候，脚是这样的，就这样蹬到泥里的，就是调不过来。哇，陷进去了！啊，膝盖伸直了，抬头挺胸。啊，这又起来一个，重新计时。泥潭真的太厉害了，我的鞋就陷在里面了。啊！救命呀！就感觉这些事情可能都不是特别好做，我觉得我倒在这儿了，我真的不行。整个泥已经到这儿了，那家伙就像沼泽一样把我吸下去，好累呀，我的妈！扎得很实，拔不出来。啊！报告教练，有还有多久？还有很久很久。啊！我坚持不住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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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双手靠一起，我们直接我相同鼎力。当我们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就会一直在喊团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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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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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，小问题，跟大家一起去完成的这个东西，它本身心里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嘛。力量够强大，就会给大家更多的信心，然后一直坚持下去。精神意义上还是有用的，同伴的力量真的很强大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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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恭喜你们做了7分35秒。啥？我没想到我能把这些全部都做下来，最后的时候就真的是全靠毅力在支撑着。时代少年团，过不过瘾？不过瘾。接下来在1分钟以内，前方匍匐前进，爬到终点。停。这是完全是四个手指头跑的，所有人走回去。如果我再发现啊有这样的印子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能不能示范一下？教练示范，来一个，我给大家做个示范。第一个动作啊，是。第二个动作是匍匐向前。哦，整个身体还是紧贴的。啊，后脚蹬，前脚拉，做的最好的后面有一个奖励啊。我不信了，奖励就是打饭嘛。来，准备，预备。开始！我打到你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对不起。刚才啊，这个队员非常棒啊，可以。哎，教练，我听到你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奖励哦。好，一会儿结束了之后啊，到我这里来领取。别动了，我感受一下云云问题。好凉快啊！我的天。哦，我裤子好凉快。嘿，你找到这个关系，它是一弹一跳的。累不累？累不累？就是对的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个科目，对，一个轮胎。轮胎？看到前面的终点了没有？一会儿呢，你们将会从出发点到达终点，谁能先碰到我，并把这个水球捏爆？哇，那你完了呀！哇，那个做什么样的一个规则啊？我要讲清楚。老狼几点钟？哎，8点钟，那你们就向前走8步，说开饭了，我呢就会转身抓到一个人。七位，清楚没有？清楚。准备。开始。老刘几点钟？三点钟。一、二。老刘几点钟？一点钟。啊。老刘几点钟？1点钟。
静儿，一年必报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的步子那么大吗？对呀、啊。再来一局，我一定要逮一个。老刘，老刘，几点钟？什么？几点了？什么？几点了？五点，五点。这是真的吗？是五步吗？抱拳张无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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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拳张无敌。抱拳张无敌，张无敌。爽不爽？爽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，啊，我是不是特别？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哇，好帅，英俊潇洒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低调，低调啊，低调。一会儿我们有个重要的信息，站在我那个位置拍一张照片。教官不一起加入吗？来，来，教官，教官来。好吧，来吧。哦，好危险。少年梦游记，耶！我后。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.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生那么有信心的，但是如果可以通过日后这样子的军训，让你能稍微。就是面对事情更加有勇气去做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好事情。今天其实还挺累的吧，我觉得，是身体上的累，不是精神上的累。精神上就是还挺开心的吧，就是有一种新的体验。收获到了团队精神，坚持不懈，永不放弃。我贼开心，特别开心，很喜欢这种很自由的感觉。抱拳张无敌 carry 全场，整个人生经历上又是一个送伞的目的一笔吧。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没想到我能把这些全部都做下来。Hello everyone. 和我一起梦游，就让灵魂出走。